伤着病就会好，医师最紧张的恐怖棘手内伤，卡到鱼刺，总是觉得他的喉咙怪怪，直到有一次他挂急诊，主动脉他从根部开始裂开，他有主动脉剥离，那你因为肝脏有撕裂伤，3个月到半年你都要小心，大便大太大力，那你会怎么样？出院的第14天，休克间，意识不清。所以看他肝脏裂开了，没关没事没有，他说就还好啊，他没有当一回事，我们心都有慰教，因为我们医生怕被告。今天晚间9点，妈妈好神，东森超市33频道。